今天又和老爸来到大山里面，天气特别好，有点热。老爸的，咱火盆等咱火盆，听到了吗？这个田里面有草，所以说拔一拔就那个草就会死掉了。大山里。老爸开始拉，他看见一个鱼了，看有没有拉的。哇，拉到一个小鱼，看这边有没有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哇，这里 有一个鱼，看一下我能不能拉得到鱼。啊，这蝴蝶太厚了，没拉到，看有没有。哇，你们看到的一个大蝌蚪，哇，太大了，这个有没有见过的啊？再拉一次了吧。哇，又拉到一个了，哇，这个太大了，还拉到几个小鱼，哇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这么大。